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哦哦哦哦哦啊哈，啊，没事没事，再稍微睡觉，稍微睡觉了。又睡觉了，放错板子。对，这样有四个步进可以玩嘞。来搭桥好了。哎，大锤不是要两个大板的嘞？这个我的刀子是，为什么我的刀子发光了？没有，你刀子在发光，整把变粉红色的了。没有，就是那传说中的粉红粉红少男。粉红少男，粉红系少年，把插法可以啦。不是核心兵，这好贵哦、喔，都在看了，这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啊，真的，一条一条，真的好烦哦、喔！救我！我去放看，直接拆掉就好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你冷静。我冷静啊，我没有动啊。我现在很冷静，他拆掉就全部都没了。我很冷静，没有，这是组合性不能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一定一定。储能哦，琥珀镜的效果，了解。是不是先弄成锭啊？我家好弱。一月拿出来。两个大板可以同颜色，好，不同材质。你先做锭的模子。好。哦。维基米特黑酱，这不就是我吃那个很恶心的那个酱吗？什么很恶心的酱？就是哎、欸，那次我们之前那个什么，你说像那边这样子吗？哦，你说这样子，绿黄铜金，我只是在查那东西干嘛？我换那双女魔，换那双女魔，我没有那双女，我的稿子废了。再丢一颗给你。哦、先做，先做出模子再说。要两个才能做毛是吗、欸？能跟你要个耐酸铝吗？不可以。好，我才刚做了出来一堆，好好好，你要做。我提币到你家。是啊，你在吃不饱喝不足的时候还要盖家，怎么可能啊？再丢个铝好吗？让它跟铁结合。那、你怎么在跑？你看粉红色的剑是吗？好恶哦、喔！我知道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锭，我知道。我超不喜欢那个。我要一个那个模制工具啊，不是可以做那个什么猪猪铁钉？你知道整颗给我吗？这么好？对啊，九个。好，等一下，对你多好。要不要 PP 看？我在下面吃。不要 PP 看，你过来，你说 PP 看啊？对不起，收拾好了啊。白目小孩。嗯，我拿哦，好哦，看一下，拿一个，还剩下一粒，一粒哦，一粒一粒一粒就算了啦。这样啊，哈进这个没有启用哎，敲掉它，真没启用哎，我有启用啊，我有启用啊，我还用过它哎，啊啊，有名字吗？它有名字吗？有啊，该不会每个人都不一样吧？哦，激活了，哦，要点过出来啊！要每个人要记录过啊、哦。对，要点过，它亮，它亮了才可以传送。哦，是，所以你有了吗？有了，他叫哈基。你有，那我要去你家点一下。我还没有。他好准哦，对对对，吃惩罚图是那个。哎，影月家是不是有传送石啊？有啊，影月家有。我要去点一下，摸一下。啊！可是我现在在，我现在在繁星家、欸。哦，那啊，那你不要点啊！哎、欸，模板还来，模板还来，繁星的模板。哎、欸，也有力的模板哦。模板。那个啊，地理模板。嘿嘿哦。这哇！我知道可以放漏斗啊，我现在没铁嘛。对啊。在哪里啊？我不应该把它敲掉的。把它敲掉，这里我没有开过哎、欸。开过啥？我这里吗？开过。地图没开过这里。我还把我的龙骨加大。啊、嗯。哎，魔术大空间。我先回去拿一下。
有木质漏斗、嗯，真的假的？这个魔普珠宝有有有有哇！木质漏斗哦，我的铜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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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、哦，直接把它全部清空好了啊、哦！来，你要经验塔在这边，我刚刚要花，可是铜币要放哪里啊？我先挖个矿、哦，好吧？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很痛苦。这里耶， yeah. 这里是什么？经验塔。对啊。叮叮叮！哒哒哒哒！嗯，还是查 Tinker 好了。哇，有几个坑？这样走上去，哎呀，有啊！啊，我会自己跳啊！哦哦。哎呦，几坑？有听见声音了？这里啊。有坑。哦。不过它是掉魔法类的腐肉啦、嗯，不能吃。看到了，而且是乱码。你是乱码？我在看，我看到乱码，腐肉乱码。真假的？你们看到不是吗？我现在都没有装那个、啊，我没有装你的材质包。哪里啊？你们在哪里啊？弟弟，就是他的掉的这个腐肉，我看到是乱码。来，弟弟。嗯，对啊。炉子整理完了，我去看看。好。所以你没有装的时候是正常的。嘿。你有装简中的吗？简中也没装。我现在是繁体，然后什么材质包都没装，因为我刚装的是等很久啊。他是要等很久没装。这边啊，这个箱子打开。我有。哎呦。哎呦。啊，对，我看的也是乱码。怕！这边全部都是蜘蛛网哎、欸，什么地方啊？你这里看到好多矿都没挖，好想挖哦！你挖，你挖，记得拿上上面炉子烧哦。没有了，可是人家自己藏回家了怎么办？我去你家拿回来啊！去你家拿烧好的、啊。怎么会？不换另一种玻璃吗？还有什么玻璃？刚都没有在烧啊。真是用缺手指用的吗？嗯，全部干净了，应该可以了啊。那我要回去了。可以做魔力。一缕三桶吗？啊，要去碰那个模组才不会是乱码哦。啊？碰那个？是要学习他的语言是不是啊？哦，是这样子哦。我记得是有那种有的要学习语言的，嗯，就你可能要拿到他的书之后，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哦，所以我刚好拿到，你们要不要来拿？啊，不对啊，我刚这个是做木质那个战斗告示牌才拿到的、啊，是这个吗？哦，你们要再飞过来刚刚刚刚？等一下，我已经飞回家了，我把你家下面的矿挖一挖。哎、欸，留钻石啊！我现在是很缺啊。钻石留给你，我丢挖青金石。哎、欸，青金石也是很缺的东西啊。我挖红石，挖红石。哎、欸，红石不缺吧？我缺啊。不行，都缺挖。我、哦、好，我下去挖啊。抖音，一个抖音都挖完了。那早去他自己家拿了。好，他都挖回家帮你放好了。对啊，都整好了，都帮你整理好了。他都放在那里的。哇，石头真的会一堆东西，一堆石头哎、欸。石头真的会一堆石头。石头真的，我有点呛。石头真的很多的啊。石头真的会很多石头哎、欸。哇，真的石头真的超多石头的。对啊，怎么了吗？我铁超多铁的哇！怎么了？你累了吗？我累了。跟我那一天那个什么盾的反作用是什么？盾的反作用力是什么？盾的反作用力是什么的作用？对，如果有人问说杰克是什么颜色，就回答是粉红色啊。粉红色？因为手上都拿粉红色的。对啊，他在蓄能好不好？他在数字卡卡。
对，有一点五维卡。哦，然后是不是有做梦模组啊？阿金那时候不是有？我说睡觉前梦，梦梦到了一个梦。你梦到了什么？他会怎样？就拿到一本梦。他讲说就是有一本书给你，说我梦了不知道什么东西这样子。哦，会给你个故事之类的。对，他、啊、看不懂故事内容，因为英文太懒得翻了。太巧，等一下了，等我一下了，我先把这里整理一下嘛。等我一下嘛，还有时间了，今天还有时间了，慢慢来。手表。对啊。你今天要开几点啊？11吗？所以你们都是拿那个吗？西洋剑吗？哦，他为什么是粉红色？果然杰克都是粉红系的。不是，你知道我家的树木啊，它本身就是粉红色。你就是那个粉红色的树，我就跟你说就有那个粉红色的树啊，我就说了。以后说杰克是什么颜色的？粉红色。我以后字幕都帮你key粉红色。好，不要，给我咖啡色、这么黑、这么白色吗？哎，观众这个好不好？我帮你key粉红。补充需要飞镖，算了。西洋剑好了，感觉简单点。西洋剑是往后跳。梦到什么不好说，没有啦，不会梦到那个梦啦。欸，如果会做到那个梦的话，这魔术不错哦。什么梦？什么梦？我的水，欸，哈基，什么梦？你把我水晶挖掉了。什么水晶？赛斯特什么水晶呢？啊，我看到，我不知道什么水晶，我都挖掉了。哦，哇，我留下来的欸。哦，我是要用幸运挖的。哦，尴尬，好尴尬。啊，这个人，哇，惨了，真的惨了，人家了。哇，他刚刚说可以挖，我不知道。干，真的是你挖的。你挖了三颗对不对？还来。我不是，我挖了几颗。好，我去拿。我要抽屉有满吗？会满吗？当然会啊，它有上限值、啊。观众直接冲过来跟我讲说：“你把我的水晶挖掉了。”哇！啊，我想说，直接有人来个，应该三个吧？因为那个表面看起来是三个啦，内心我就不知道了。哦，这边应该是有五个啦。它是类似青金石的东西，它不一定掉三个哦。哦。哦。对啊，这里是仓库有五个。你这小坏坏，你放这边啊。哎呀，还在传送。哎呀，这里放进去吗？对啊。他丢进去龙那个听课里面。他丢了进去吗？那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不要，我不敢死。秘术时代，我没有玩秘术。秘术很爆炸哎、欸。你跟我讲，我也没有玩啊。他们就一直跟你讲说那个什么哪一个里面可以怎样，都会跟他们说，嗯，好，很棒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们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谢谢。好，很好，但是我没有要玩。哇，这么厉害哦，那个模组很强，很强，很强。可是我没有要玩。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但是我现在现阶段不想碰它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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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大胸柴龙的逆袭，二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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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大胸柴龙还没打哎、欸。红石花是会种出红石的花吗？对，嗯，对。你说斩头刀是哪一把？劈刀，劈刀。嗯，好。都劈到了，第一个就是要这个，但是伤害很高，但是会很慢哦，就大剑啊，对啊，对，有蓄力那个真蓄力斩，啊，个人推荐做十字弩，可是近战呢？我们现在是做近战啊，对啊，十字弩你要有东西去升它，不然很难用哦。十字弩，你要有工具去升级它。
刚刚在看，不好用。手柄剑刃，交叉护士，美酸女对耶。锤子那个两个大板可以不同材质，可以，都可以，全部都可以用你想要的材质。就是你用越多的话，它那个混。哎呦，升怪了！我终于有东西可以试刀了。哎呦，哦，它电了一下，然后跑好快。你被电了一下，然后跑好快。怎么被电一下这么开心？ 我身上有电流的声音。原来你喜欢被电啊！哎、欸，掉头了哎、欸，我苦力怕头。苦力怕头没什么用啊。手吧，可以啦，至少让我试刀了。你讲的这些，我就只有琥珀油，其他我看不懂。